旗山农会这几年成功打响乡间文化节活动的名声，而今年活动也将在周六登场。虽然这次因为先前的风灾导致产量锐减，但农会还是准备了许多优质的香蕉来让民众试吃选购，欢迎市民朋友可以把握这个好机会。我们啊，全国民众来介绍的是讲，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来会举办高雄市，夏日新街季旗山香蕉文化节，一同去加油。而当天除了农特产品试吃展售外，农会也安排多元的表演活动，要和民众互动，让来到这里的大人小孩不只可以品尝美味的水果，也能看表演、玩游戏，度过一个热闹的中秋假期。这次的主题就是一同去郊游嘛，那里面有一些复古的童游啦，就是小朋友以前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，就是玩竹蜻蜓啊，或是一些跳格子啊，或者就是一些童趣啊，竹枪啊，另外就是有一些我所说的梦幻旋转木马啦，那小火车啦，大型的气垫啦，农特产品展售区呢，还有美食区呢，那还有就是我们还有规划，就是让我们全国民众能实地呢到我们的香蕉园，能看我们的香蕉的成长，还有熟成的技术。农会也邀请全国游客可以趁着周休假期规划一趟到高雄之旅，除了体验香蕉文化节的热闹活动外，也能到旗美九区的知名景点游览，体验高雄山城多元的观光特色。记者黄伟昌报道。